涌泉吃烤鸡，夏天就要这样过。它是在两座山谷中间，泡完之后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你的皮肤会变非常好。最厉害的是每个人去都会预定他们那边的那个望腰鸡，等到你泡完上来之后就把一整只端上来。周二晚间六点，流行新势力由上述旅行社冠名赞助播出。